奶奶，我想吃西瓜啦。走，奶奶带你去买。你的西瓜咋买的？卖整的，2元一斤。有没有小一点一斤左右的西瓜？我卖的都是又大又甜的西瓜，没有你说那种小西瓜。那就算了，我们不买了。奶奶，我今天就要吃西瓜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买？奶奶只有2块1，没法买。人家，你们等一下。姑娘，咋了？我这里有个西瓜，划伤了，卖不出去，2块钱卖给你，要不要？真的哈，要嘞要嘞。好的，那我就给你装起来了啊。老人家，你多给1毛钱。前面那片瓜地啊，就是我家的。那给我来10个吧。要10个呀，可惜我这里不够。你能等一下吗？我去瓜地给你拿。我刚好也往前面走，你坐我的车吧，我陪你一同去拿。那太好了，这样我就能省很多力气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装。那我把箱子先抱车上去了。好的，你先上车，我拿个东西就来。好。下面这是我家的西瓜地，你要不要下去亲自挑选一下？挑选就不用了，我陪你下去一起拿吧。那好的。老板，你坐着先休息一下，我把这盒饭拿给我爸。好。饿了吧？女儿，你回来了。爸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炒腊肉，我给你带了一份，你赶紧吃吧。我去给人家拿西瓜。女儿，你吃过没有啊？爸，我已经吃过了。女儿啊，你是不是又在骗爸？把好的都带回来给爸吃了，你自己是不是又啃着干馍馍呀？没有，爸，我吃的也是炒腊肉，你就别多想了。赶紧趁热吃吧，医生交代过，你现在的营养。箱子里面有，你自己看吧。美女，你的善心和孝心深深地打动了我，箱子里面这些钱请你收下，抓紧把你父亲的病治好，那10个西瓜你也就不用送了，留着还能卖点钱。我这样做那是因为美好可以延续，善良可以传递。你的病有救了。